省民政厅长陈武尚今天在记者会中表示，台湾省第五届省议员和第七届县市长的选举，今明年5月6号举行。各地的选举事务所将在明年的3月20号成立，开始办理选举的事务。成议员选出的名额暂定为73名，确实的人数要依照今年户口普查以后的全省人口总数为准。